想六岁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要想要再许一次，再许一次愿望，就是说，好，第二个，很聪明，很属灵，很属灵。现在时间1月9号1:35，因为今天廖翔的生日，所以我们去了荣兴花园一趟去帮他庆生。回家之后呢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发生什么事。已经在哈气了，我现在有一点焦虑，他现在已经痛到讲不出话了。跟你说的真的收缩，我的手流汗。他就这样出去走一趟回来，然后就这样了。他叫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。现在可以看吗？现在已经结束了吗？不要看。现在是多久一次？1分半。不是啦，1分半是持续。持续的时间在中间间隔6分钟、3分钟。对啦。6分钟、3分钟。希望是6分钟啦，因为刚刚有点乱。我现在也很乱。你先打。我刚刚已经打了，刚刚不是已经打了吗？刚刚已经打给婉瑜了。然后现在3分钟。希望是6分钟，还是希望助产师可以及时的赶到。哦天哪、啊！为什么突然？哦，你冷静一点，不要这么突然。你哥刚刚许愿，对，今天也还有半天。我们到12点前都可以，好吗？没有，停水之前。好，10点前还是有一些，不要那么极端。啊，就是这位太太啊，你要出去走路庆个生嘛。我走很慢，你走很多路。我在一边走的时候，就一边觉得说，走的什么天堂路。然后我就很想大便，所以你刚刚回来有大了是不是？我刚回来有大便。那如果等一下你要想要大，就不是大喽。等一下如果要大的话，应该是大小孩了。哦，应该间隔超过3分钟了吧？就跟你说要6分钟啦，我知道啦，不要3分钟啦。好啦，我意思就是说至少超过3分钟，让我心安一点嘛。妹妹在干嘛？妹妹刚吃完饭。你说什么？妹，你很开心啊？一定要出生的你很开心吗？不想拍是吗？我们已经传讯息了，另外一位助产师玉晴2:30大概可以到，现在1:40，房间还有一位小人在这里。妈妈在哪里？妈妈。先让妹妹去睡觉，让她快充一下，一下如果生才有机会看得到。2:30。你觉得2:30叫生？对。没那么快吧？这就是阵痛，懂吗？嗯。这就是产兆。妈妈在比什么？妈妈很痛啊。她在干嘛比那些很奇怪的动作？她在跳舞。她在转移注意力。对。啪啦啪啦，生产舞，我爸会跳，而且我要哈气。对，你要哈气啊！好，你跟妈妈一起哈。哦，婉瑜阿姨现在在往高铁了。啊，我现在要做什么？彩虹。他说必要时开视讯。已经要视讯了。我没有办法动，因为我刚才技工说嘛，没有觉得它有消下去，我按不了那个要停止的那个，因为我不知道它到底停了没。5分钟现在已经不是重点了，它随时都。什么？它现在随时是不是？是吗？哎、欸，阿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打给你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在忙，再请那个朋友打给你，拜拜。我把你抬起来吗？阿多真的是哈。啊，你要戴手套，他说你要戴手套。啊，手套在哪里 ？Hello， 王源在吗？那个了。我们要接生了，太突然，我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吧？没意思，我就在动。好，你现在可以动，对不对？你要我干嘛？你现在要怎样？我要让你上来啊！我现在还没在上面，是不是？还没啊，转另外一边。要等下我自己转。这手套好紧，好小。这 S 号的，我刚看到的是 S 号的。哎、欸，现在是不是收讯不好、啊？什么东西？我要在网上，对不对？这些都不用了，这个。要啦，那个我要那个。你要那个？放这里，放这里。你帮我按一下，先关掉，重打。先把我拉上去。我帮你拉上去。有人这样子生产。哎、欸，你们不是要拍吗？另外一期在哪里？所以你的触感。所以买蛋糕来。我需要裤子，我先脱了。芭比，这好奇怪哦。你调到拍照了啦，是要录影。看一下。廖好在睡觉。现在你们在干嘛？你不知道跟他视讯吗？另外一个摄影师在这里。看会有头吗？可以给你看一下。现在还好，还没。还没。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它掉到地上。好，他只要他真的弄出来，他可能头先出来，然后他再转向，肩膀再出来。如果全部都出来之后，我要做什么？把它接住，然后放到妈妈的身上。先，我期待也不用管他。期待也不用管他。我先。那时候玉琴已经到了啦。我不知道玉琴会不会到，我要先知道如果最紧急的状况是怎么样。只要还没有断气。他都有呼吸，呼吸都是从妈妈的胎盘出来的，你就不要帮他断脐。好，那他这样可以多久？一个多小时。哦，可以一个多小时。他出生之后一个多小时都不断脐都可以，是不是？他随时保持联系。最近在高铁站，我已经高铁来了，高铁来了。好，拜拜拜拜。好，我们的生力军也来了，干妈来了。耶、yeah! ！好紧张哦。哇，你知道吗？干妈今天盛装打扮来看廖多。嗨。主要让婉瑜助产士都能够及时到达。阿妹。
我料中了，跟二哥一样。豆豆以后就要睡这里哦。如果有第五个的话，就是就我吗？不要第五个。你每一个都说不要。因为上一胎我也在，上一胎的时候他说不要第四个，可是过不久就有第四个。我想没有说不要第四个哦，没有没有，这还不确定。我们冰箱放不下，要把这一碗吃完。好，电铃又响了。天哪，那个真的是你的愿望哎，一定要跟你同一天生。真的？你现在这个状态，今天应该会生。药都是已经下去了，我猜啦，最晚六点以前一定会生。上次妈妈怀你的时候，她这样痛是三四点，那生的时候是几点？六点，三个小时差不多。如果跟你的感觉一样的话，也是在五点。你是不是没有在听？你想要啊？我有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刚刚说什么？我在六点生的。什么？哎、欸，谁来了？我上礼拜才买一颗。上次买那颗，我们今天中午吃掉。然后他就是气你们吃掉。对啊，我就说他气啊。要多生气，蛋糕被吃掉，阿姨再买一颗来。哦，捏我这个痛，这个痛我感受到了。他那个痛。哦，很痛。哦，捏他捏我的手很痛。哎、欸，放开。不是啊，我要让妈妈捏，因为妈妈很痛。要变趴姿、跪姿，就感觉是比神又更进一步了。我、哦、天哪！对啊，开了，开了，蛮开的。是要视讯吗？哎，到了，到了。谁？助产师。对，那你去帮他开门。他开了，他开了，他开了。预行到了，我刚刚看的时候，阴道口已经有点开了，两公分。Hello， 天气要回家了，先进去。来了，很想大便，很想大便。等等，稍放松。你好，想进来？我头瞄一眼，妈妈现在在等。朱老师刚刚已经先看了一下了。小姐，小姐别生气，明天带你去看戏，看什么戏？看你爸爸的戏。你们紧张吗？嗯。城门，城门鸡蛋糕，走进城门华裔街。现在讲这个意思是什么？给你拍拍手，给你放烟火，你要谢谢我。好。一号也来了，看妈妈。啊，妈妈要生了，弟弟要出生了。跟廖多说话。来，跟廖多讲话。廖多正常的出来。哦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在等你哦，姐姐。有可能不会今天生啊。他想跟你同一天生啊。他要没有什么想要不想要，他决定不了。是上帝决定的，没错。你要咬东西哦。可以给他吃野枣，还要再一下下。他现在已经全开了，开头现在是还在这里，等下慢慢会下来到这里，然后再下来到这里。哇，真的也看得出来哈。所以需要一点点时间。你好感动。干嘛哭了？天哪，太感人了！你想要这个姿势吗？还是你要？他要这个姿势，他要这个姿势。太感人了，我台中都不知道台中。我们去那边看。也打开了。对，已经打开了哦。等一下还没破水，会看到羊水囊哦。我不想看羊水，羊水在尿尿。不是啦。不是啦。它应该是要自然的。你看到什么？那个洞好大哦。我把你在那里。我要过去。现在已经开头到这里。没有镜。在那边那个黑色那个，我要生了，廖多好棒！一手哇，再一次，他现在要转肩膀，对，再一次宫缩哦，好棒！廖多是超棒，对，你做的很好哦，廖多应该会出家。好，一手，你做的好棒哦，好棒！来看一下时间，乘以39。好，我们直接转身可以吗？廖多，他也不用太难呼吸，对，好，这样行，对。抓着你的，好，妈妈抱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好，没关系。我两年前的那一天来生小孩。阿妹，你当姐姐了。生完了。我没有想到那么快哎。对啊。好，剩两下，然后就。他拿好多呀。你们家拿好多，那等一下真的太裸体。不是太裸体，是真的裸体。他是水裸，他就是水裸，不是。真的，要让他上来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他会自己爬。嗯，爸爸，你摸一下脉动。脉动吗？好，我要摸摸看。等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有哎，是我捡起来，轻轻的摸着，这就是脐带。真的，快了，这什么？
什么眼睛都不会张开？睡觉啊。嗨，你是姐姐呢，阿妹。毛那个就叫做胎毛。他现在还没有肚脐，对不对？对，心跳正常哦，一三四一三五，血氧会慢慢的上来，是很正常的。胎盘要出来了，对了，还有胎盘的都忘了。等一下我们会吃胎盘，我不想，我不要吃，随便你看你要不要吃都可以。哎，你要用剪的啦，是先生出来，生出来之后然后再剪。等胎盘出来之后，我们再断。哎呦，医院好像都是先，因为是先断嘛，对，是先。差别是什么？就是他们会想要把小孩移去其他的地方，哦、先处理，所以他们就会先断，因为他们要移动，做一些像是清洁啊什么的，对啊，或者量什么体重啊。可是那些其实没那么急。对，那边有人在视讯，那边很吵，在聊天，是不是？然后过来了。我们现在在等胎盘，宝宝的血氧很好哦，现在95。眼睛都不张开要干嘛？哎，张开了，你一讲他就要张开了。啊，张开了，要传出来哦。哦，皱眉头，哎呦天哪！长得就是他们家的，又是方方图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都出来都想那个爷爷。不到两个小时，及时救援呢？你进来才十分钟吧？我有跟宝宝说要等我。胎盘出来了，我们看一下，胎盘是完整的哦。你看，胎盘完整哦。什么？准备要断脐吗？准备要断脐哦！猜中日期的可以剪。竟然是哥哥帮弟弟剪脐带，而且同一天。同一天很有意义。天哪！那你打针了吧？手说针。为什么要打针？要让工作。手臂在哪里？你要很快哦。我很快，好。你希望妈妈不要痛是吗？哇哦，这针很痛哦。在哪里的？在高铁上。那他应该可以回去啦。看料多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请的教会 TV 团队来拍呢。你这个经验值大增哦。好紧张啊，我手一下抖。啊、哦，好可爱呀，多。刚刚哎，我现在才正面看到你。天哪，你真的是那个儿女围绕着你耶，辛苦了妈妈。我们要先剪脐带，这就是他的脐带哦。它好小只，然后你是剪在这个地方哦，嗯、可以哈。好，准备哦。中间吗？对，这里。对，它 QQ 的哦。哦。哇做得很好，肚脐会等这个脐带干了掉了之后就会跑出来，这样、哦。所以这里会断掉。对、啊，你们这样好可爱哦。哎，乖乖。哥哥来，我们要脱衣了，我们要画画了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胎盘啊，这就是胎盘。然后我们这个要去洗一洗，洗一洗就可以吃了，就可以料理哦。哇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早上才刚走，四点才走，是不是？就五点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三回，好 ，OK。现在在交接的部分，对对对。然后伤口没有缝，不想缝。好啊好啊，踹踹看阿多，哎，这里睡了今晚上，来弄我。第一次坐高铁，真是看着窗面怎么开那么慢的、啊。没见车，没见车，看那个是假的，就一边对话，看到他头算出来，他头很突然，对不对？他不是那种开到很大才出来，没有，他是本来小小，然后就整个头就出来，两个寿星。真的哎，两个寿星。嗯，你怎么出生的时候比刘浩还少头发？每个人都不一样啊。廖一廖想要量体重的哦，要把它吊起来哦。对，行李箱的概念。3400哎，什么？减掉250，等一下，3150，好重，我要抱他。等我一下，好，现在要打阿弟的人生第一针。他信这是他第一次很怕的。这叫做痛哦，知道吗？
奥多居家生产大成功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廖多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廖多生日快乐，廖想生日快乐。接下来还有一件事，为了要犒赏大家，非常的辛苦，吃艾宴。等一下呢，大家都要吃蛋糕，咸食呢就是台盘，好不好？我们准备要去庆功宴了。请问在吹什么？因为他尿不出来，我们在帮助他可以尿尿。你说帮助妈妈吗？对，帮助妈妈可以尿尿。我有想要尿，但是我现在又不行了，这样好奇怪。我还是喝水好了。你那时候在讲说什么什么胃什么胃，其实我听不懂，但是我有觉得真的在往下，然后我觉得那个还蛮有帮助的，就从零到挤出来的那个整个过程很有觉知。对，然后就有对觉有觉知，是很觉知自己身体的一个变化。对对对，我本身有一个觉知，当有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快生了，就是呢你要趴下的时候，然后球就拿上来。我觉得这是很本能的，就是很动物性的一种，他要那样生产，因为他之前第二胎的时候也是这样。这次干妈来的时候，就是他觉得阵痛到生出来，到出来还不到十分钟生出来了，当妈妈好伟大哦。你有哭吗？对，一开始的时候，对，一开始不是吓哭吗？吓哭了，因为我不知道说，因为我发现会一直流血，然后我还偷问他，像说失血过多吗？他会怎么样吗？我要叫救护车吗？看到胎盘那个时候，也是让我觉得真的太惊人了。那吃下去之后呢？哦，更怎么？哇塞，这全身超红哎！对，就是台语的阿梅呀，他们表面的微血管很多，这半个月都会是这样子。弟弟，爸爸，阿给弟弟吃，阿弟弟，弟弟不能吃。一场梦的感觉，早上四点，离开这里，在办公室，然后就开始，怎么来的是云讯息了？开始就觉得，不对哦，准备啊，要调动，等一下我要冲上来啊！彰化站的时候，他就出声了。我负责要代替小娥，就是跟伟瑜道歉，不好意思没有教好了，说了三遍，他不太会做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这就是廖多的出生记，这就是一场梦，也拜托不要是一场梦好吗？我不想要再来一次。这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廖多。哭了。那这支影片到这边就告一段落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请按赞分享加订阅，我们是一百种理想好多，东西要卖，请大家加入理想好多东西要卖社团，拜拜。